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楷恒世界。今天我和好久不见的熙泽一起来爬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熙泽。现在熙泽读中学了，所以很少机会见面，太忙了。熙泽，我们大概多久没有见面了？好像是一年呢，大概一年了。今天我们要爬的山是莲华洞太上老君，听说很高难度哦。我们一起挑战看看，走吧，熙泽。OK。这个斜度不是开玩笑的。我们到第一站休息站了。好诶，好诶。敲钟，敲钟 again。我们继续往莲华洞走。终于有一段小平路了。这里有个小型的蓄水池。我们要去另外一个景点，万水千山。要发现你们不要课本，就沉下去嘛。这里就是万水千山。走了多一个公尺，翻了。能和熙泽一起来爬太上老君和万水清山，好久没有跟凯恒一起爬山聚一聚了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聊天聊到很嗨，有，谢谢大家观看今天这部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的哦。
订阅和分享及开启小铃铛，这都是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